过后，黄河色的滚滚泥流高速往下直冲，溪水暴涨，溢过桥面，大量泥水漫到园区路面上。业者好担心，接下来风雨可能酿成更严重灾情。其实这个是港口溪哈，这上面的水源如果像台风天也好，雨水比较多的时候，大水下来之后。很多如果没有清淤的话，就会造成溃堤。一号这一天，屏东满洲雨势一波接着一波，一间知名度假村业者自掏腰包清淤来自救。他们就自己花钱哦，请了工人，还有请了这个挖土机来到现场待命呢。而在户外游泳池这一区，一片片闸门板堆叠，架起高高的防水闸门，同时也提前将泳池的水抽光，把它当作滞洪池来使用。以往例的经验，如果河道的水满了之后，溢直接会溢到这边过来。所以你看这个上面我都有加盖的这一些防水闸门。去年小犬台风来袭，泥水从山坡地灌进度假村内，担心噩梦会重演，业者严加戒备，就希望能够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。华视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